哎，你在看什么？看这么认真啊！我在用中央社一手新闻看国内外大事啊！你看，哎，看起来很不错哎。可是我的手机是 Windows 系统，不知道有没有支援哎？当然有啊，中央社一手新闻 App 也有支援 Windows 版本哦。另外，再推荐你一个好东西，中央社近期推出私房照片的 App， 透过这个就可以看到许多隐藏版的新闻精彩照片。不止如此，你还可以收藏喜爱的照片，拼贴成喜欢的样式，再分享给朋友看哦。这么好，只要加入免费会员就可以喽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去下载！